我们今天要继续在《咒术回战》里当最强的诅咒之王祝奴。我们这一集一样就是看能不能把我的领域展开学起来。目前都还没有用过领域展开，大量使用术式并扩大解释，就一样看到谁打谁，当个诅咒之王。他这个设定好像是白天不会出现的样子，都不会有咒力。然后哟，一到晚上就先看到蜈蚣，然后什么什么都开始出现了。那我现在好像是卡在一级吧，还没有打到一级跟特级的咒力，不管让自己升等。要打出黑闪是不是不能拿武器啊？拿武器之后好像就没打过黑闪。好，一样空手，又来了，又是一级，再挑战一次。现在咒力蛮多的，先远距离消耗。我们用解慢慢的远距离消耗，我就不信卡不死你。一级我打过了，所以这还是要打特级咒力。毒楼罩，看到有人打我是怎样？来个切入，然后就连续攻击。好了，打败了咒术师。怎么样是毒楼罩？那找你啊，我找特级咒力呢。走吧。要咒力了，只能用拳头了，充满咒力的拳头，这都是三级啊，为什么特级那么稀有？不管了，先有就先打，我要大量使用咒术。这边的地形被破坏的越来越严重了，要是谁在这里破坏地形？三级咒灵，咒灵，我们要先去找特级咒灵，就是这灵都被他们拔完了，是把符除完了。这边地形快走不了了，好多蜈蚣，三只，别，别，人头，泥土，臭瓜牛，二级咒灵这么高的，这边好疼好疼，藏象，虎藏幽人，啊，肉毒哎，在可以旁边捡尾刀啊，七海剑人要去参战。这边还有狗卷跟藏象在剪尾刀了，在打一下蜈蚣。这不是卡在水里，这边的地形越来越奇怪了。藏象快死了，剪尾刀的好时机。剪尾刀，剪尾刀，剪尾刀，有谁就打谁。我往下死，士兵。有了有了有了！讨伐任务藏象二级咒术师，捡到尾刀了。我得到了东堂葵的吊饰，会不会卡在水里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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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理你，你直接给我集资翻。我找到一级了，但是我现在是要找特级，我要特级咒力。那我咒力有1800喽，解除是讨伐任务。一把血直接送走。哎呀，现在就不怕你了，我有远距离攻击手段。好了，101点名声。前面我又看到树挪了，好像会直接打我耶。他送我远距离。等一下，他看到谁打谁啊？他看到谁打谁，他后面的咒灵也打。不愧是树挪啊！要不过去给他打一下。我来了，真假树挪。我要远距离攻击，他一发我就跳不起来了。卡在水里，哎呀，他直接不见了，直接开了个大洞。全支线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的出生怎么在这里？不要过来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不好攻不好攻。打蜈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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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现在在见谁打谁。这边一直有树挪的战斗声，他到底在打谁？有没有是一级？二级咒灵呢？二级咒灵这么稀有吗？反正有就打吧，刚好可以练一下。慢慢消耗，远程消耗之术。
我现在首要目标是先找到特级咒灵，我要晋升啊！真人欸，他想打我，真人想无为转变我吗？不要触碰我的灵魂啊！不要后悔哦！为什么乌黑连我一起打？怎么样才能得到？能得到领域展开嘞？还会走位？然后飞来飞去的，准一级，我突然就变准一级了。看一下我现在到哪里了，就是拔出特级啊，然后还没有领域展开，然后打败一级以上的咒灵名声提高，跟特级咒灵名声提高，要学习领域展开啊，又是一级，我都没有特级，还两只一级，那就打。我刚好像有人在打我。没有获得任何东西，我肚子明明在打我，哦，他们俩在打我。结果到的时候，再想看一下互打，准备好剪尾刀，谁会赢？不要波及到我，不要波及到我，我是观战的。看起来肚子明明要赢了。差不多出手了，剪尾刀，剪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蛋，我被卡在这里。那我看，哦，原本才想说没有很痛，没有，非常的痛。那是驼梁吗？真的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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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撞到什么东西身上？为什么我动不了？动不了。不了，明明在打驼梁，剪尾刀的时候又来了。等一下，他们在大战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摩虚罗？为什么会有摩虚罗？最强四神，我觉得我在这边这个位置很好哦，一张解慢慢消耗。谁先倒了？明明要倒了，明明倒了，明明倒了，还没，他还没倒，他还没倒。你需要不会扣血，你需要不会扣血。这次我们来玩摩虚罗算了，我咒力已经2000多了，还不会领域展开，反正就是卡一个特级咒力。有了，特级咒灵，把握好这次机会。自己消耗一下，我找你好久了，没错，就是你，自己消耗一下，直到距离超越，无尽的斩击，4D 24D， 来一下，我来用拳头，怎么不见了，在这里，耶，有了，我特级了。这样居然还不行，大量使用术士还不够多吗？然后这个也还没提高，名声还不够高，没达到目标前不能放弃，一定要开到领域。有人在打架，谁？豆腐跟五条，直接领域展开了，幸好我没过去。我们看一下领域外，听说领域的外壳是很容易破坏的，不过看来是破坏不了。豆腐在里面过得好吗？在无量空处里面，等着看谁是胜利者。都开领域了，不可能输吧？虽然豆腐有领域，但是他会直接被五条覆盖过去。结束了，还没打完嘞、欸！应该圣儿也过来了。怎么打这么久？我怎么被攻击了？我是被吸下来的吧？五条悟快倒了！是剪尾刀吗？我喜欢剪尾刀啊！等一下，五条悟倒了，幸好我没攻击到。那符合218滴，又去哪里了？他是在打我，天宇束缚，天宇束缚的身体，五条悟都打不赢，而且我还没有掌握反转术士啊！你们现在每个都跟怪物一样，我现在都解完了、啊。
现在是大量使用术士吗？然后有几率习得吗？学领域啊，这是火焰剑、火焰剑吗？火焰剑名字。啊，我被你在打我，那他攻击是谁的？什么东西是谁在打我？你怎么飞来飞去的？是你吗？不可能是你啊！我被攻击了，是谁？哦，一样是他哦，真假的？你有这么强？不可能吧！虎杖有21个护甲，还是来打虎杖看看？但是有两只，你打一下就可以选取他那个巨人机，我会打一打变成树奴啊！也是23D 哦。16D 有了有了，已完成进度，麦块之虎一级咒术师，还是没有领域展开，不是我要啦，我要麦块之虎这个称号啦。大量使用术士，你要使用过一个数量上限，我觉得，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用，看到谁就用，谁就用，反正现在咒力很多，才100，修个短袜，谁就用，看到谁就用。可以上火焰剑，火焰剑飞去哪里了？你要穿鞋我、啊？哎、欸，这边这边聚集还有驼粮哎，什么东西？那我还被围殴了，我被驼粮围殴了。你看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终于有了！已完成挑战，终极咒术领域展开。还有反转术师二，你们绝对不能再这么嚣张了！伏魔御厨子，钢炮手突然学到了，然后也学到了反转术师，会不会只是差反转术师没学到？反转术师有了之后就可以学到终极咒术领域展开。附魔的领域好像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它是没有结界吗？它会直接放到现在这个地方里面，不会有一个结界这样。有啊有啊，就这里啊，领域展开。这是领域展开的威力吗？好强好强！我的咒力一直在疯狂的消耗，毕竟没人了。哎呦，领域之后方便多了。现在谁还敢欺负我？臭肉狐！我觉得我们有一战之力了。領域展開福神我的领域现在输不了了吧？等一下，黑夜领域展开了。你的道理能，你的领域能赢过我的领域吗？没错，他的领域破坏了，被我破坏了。啊，这就是树魔吗？哦，发任务大地，太强了吧！